经典名著《西游记》呢，是京剧的神怪戏取之不尽的题材库。那有一出戏啊，叫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。那么在斗悟空的开打当中呢，打的是非常的激烈和风趣。众罗汉的姿态形象、孙悟空的智慧顽皮，都被刻画的惟妙惟肖。 Thank you.
天上的神仙和水中的鱼仙呢，都呢羡慕人间，羡慕人间的爱情。这个有一位呢鱼中仙子，他呢羡慕人间的爱情，却受到了天庭的惩罚。为此呢，他要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爱情。 对，那为了表现神仙之间的开打，表现他们之间的这个斗法和斗宝啊，京剧呢就创造出了打出手。